传》在未开播前一直被压是今年最具爆笑的电视剧。先不说质量如何，光是主演阵容就能让人翘首以盼，男主霍建华，女主周迅，还有董洁、辛芷蕾等女配，好华的二字不足以形容。其中最吸睛的就是周迅，周迅作为大花，演技从来都只有夸的份，而且她一直都混迹在电影圈，这次下凡拍剧还是宫斗戏，怎么会让人不期待？不过剧播之后，大家都说压错宝了，连隔壁于妈的《延禧攻略》都比不上。辅导化糟糕倒没眼看，周迅和霍建华的少年少女严重超龄，周迅的原声也是让大家忍无可忍，直接弃剧。周迅的容易差强人意，董洁的富察皇后倒是还不错，虽然比不上秦岚，不过也是气质如兰。多年过去了，董洁还是冷清秋，保养的实在是太好了。除了董洁获好评之外 ，AB 也是好评连连。说到这里，小伙伴们倒疑惑 ，AB 参演了《如懿传》，还能好评连连，光看脸的话是会有这种错觉。大阿哥跟 AB 长得实在是太像了。大阿哥一出场，网友们都直言以为是男扮女装的 ，AB 五官简直就是一模一样，高鼻梁、大眼睛、厚嘴唇，看了只能说这种颜值真的太能打了。大阿哥清秀俊俏，好起得很。虽然大阿哥长得很像 baby， 让人傻傻分不清楚，不过虽然长相相似，演技却相差甚远。很多网友都说同一张脸不同的演技， baby 的演技连小孩子都不如， baby 颜值是高，可是演技实在是太差了，看他的戏总是很难让人出戏。可是大阿哥作为小演员表现可圈可点，仿佛让人看到了有演技的 babyAB 演戏总爱瞪眼，本来还以为是他眼睛太大了才会这样，可是大阿哥眼睛也很大，却没有瞪眼这一弊端。